狗我们吓到要收金了，狗都被吓到要收金，马路三宝撞飞路边车，让狗狗吓到要收金的撞击声响，就是这白色小客车发出的。左车头被撞裂，肇事的不是别人，就是车上的女驾驶。嚯、哦，可不大声了、啊，是超大声的，卡车爆胎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卡车爆胎，让声音听过吗？是，砰一声声。轰天巨响，受害车主的车停在自家门前，被三宝一撞飞了50公尺，堵住巷口。我要上厕所啊，怎么能跳出来啊？因为我这咣一声之后，警报器大响啊，然后门就打开来，就门妈不大能开。他当下也没有跟你道歉干嘛？他傻掉了，道什么歉？女驾驶吓都说不出话，没大碍，说她被导航带错路，下雨又视线差，才会撞到别人家门口。嘟嘟，你有吓到？